足，在母亲节前请来四对忠实亲子党观众来录影现场，吃母亲节大餐喽。第一道定锅出老菜，菜名叫做什么？鱼棒蒸双鲜。那我们先用鲍鱼。虾米。胡椒粉少许，看个人需要。是的。用白胡椒吗？白胡椒，嘿。哎呀。谢谢。你刚才问我，然后就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哎呦，所以一定有面线喽。一定有面线，然后用面线包萝卜丝，下油锅炸。补血补气，番茄黄面。鱼的油跟动物性脂肪应该舍不得浪费才对。没有，因为它是甜味的来源，绝对不能丢掉。甜味的来源。对。但想吃到祖师五星级料理，却关系到他们相不相信主持人了。兔子爱吃红萝卜，但在这一个特性的背后呢，它有什么令人惊讶的真相 ？A 啦，兔子根本不爱吃红萝卜，因为。这个普派他真的不爱吃菠菜，他是为了讨喜啦，这都是卡通制造的效果。我上一题讲的这么有道理，你们不相信？这是乱讲，反而乱讲，你们反而相信。来，欢迎各位主持人，新版大主厨，妈妈最幸福。全国的观众朋友，男女老幼，地不分东西南北，准时在每天晚上7点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是的，我们说到妈妈最幸福，是不是？今天呢，为了庆祝母亲节，光辉灿烂的母亲节，没错，我们特别呢，在这母亲节的前夕，在我们的全国。这次呢，这个投稿啊，100封，近100封的电子邮件里面，选出了只有4组人马，而且呢，巧是巧了，我们整个在南投以北啊，大概都找到了。哎呦，哎，就差南投以南，他们不知道是因为嫌太远还是怎么样，可能是太远了。可能我们有必要啊，要请我们四大天王啊，特别到我们南部嘉南平原啊，对，来一次我们的四大天王签唱会啊。不是签唱会啦，是拥抱加握手。好，那马上欢迎我们的2位主厨啊，欢迎右手边这一位，有了他，他的诞生象征着我们整个新石器时代的来临。食是食物的食哈，新石器时代的来临，是的，让大家对的美食有更深刻的体验。各位ladies and gentlemen，还有包括后面的观众，欢迎国厨阿吉师。阿吉师好，谢谢主持人，各位看的来宾，詹姆斯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左边这一位呢，他的创意激发了我们无限的想象，而且他让我们越来越知道什么叫做创意料理。很久没有这样叫他了，但是他始终是我们的海绵宝宝创意料理达人詹姆斯。谢谢特别来宾主持人阿吉师，各位大家好。好了，马上了，今天呢，这个是4组幸运的观众朋友，从这100位当中25分之1的命中率啊，他们就来到我们现场了，是的，好不好？欢迎4组嘉宾，欢迎他们，欢迎你们，妈妈，你们好。第一组呢，就是李月丽小姐跟林慈云，林妈妈从哪里来？农历。这次是谁报名？啊？我报名的。报名啊？嗯，我看到因为就电视上每天在看，都吃不到啊，所以就报名。哦，是因为吃不到才报名啊！他们每次都看电视流口水，讲的好像口腔皆有一样，都没有吃东西，好饿哦。啊，另外第二组了，江燕燕，因为是音乐老师的，是音乐老师，对，没有错。这次是儿子帮你报名，对，听说是你一直到昨天晚上才晓得，对，哎呦，哇，那真的是没有吓到，啊，我要去吃，对。而且我现在真的是很贴心，刚刚在车上才知道说，原来他的用意是，因为我平常很忙，那他们一直觉得妈妈非常的忙，那他希望我可以吃到阿基斯他们做的菜。忙了多久啊，儿子？有玩笑给儿子。他那边有名牌，你可以叫妈妈，我们也可以跟着叫阿峰也可以。我说阿峰啊，是妈妈。你瞒了妈妈多久啊？上礼拜四我看到之后有没有？我就立刻。先打，因为我没有妈妈照片，我先打给我姐，我说姐姐，快点，我要妈妈照片，我要报型男大主厨，然后她就立刻寄给我，然后我就寄出去了，马上寄。对，然后但是我姐姐要妈妈照片，妈妈怎么了？妈妈，妈妈，笑什么颜色的？我妈妈要出国办护照。哎，这会吓死人的。对啊，对，要妈妈照片。对啊，欢迎你们来。好了，第三组有燕燕有冰冰啊，哦，好可爱的名字哦，燕燕可以叫你小冰冰吗？老冰冰，这次报名也是女儿报，看到我圆梦看到阿基斯啊，哦，所以阿基斯以前高中就认识的，
我其实我很少看电视，我比较忙。我就你们新娘大厨我有在看啊，因为爱奇艺有几道菜，我是如素，那他有做那福包皮，我老学、哦。那天我当场就有去跟供养法师，我就做。那天做，隔天就去做了。还有那个南瓜，做成那种包子，里面也是素的馅料，那、我就会把它改变一下，所以蛮感恩。那都有成功吗？都成功。妈妈并不会做菜的，那就我们交给妹妹。妈子她不会飞而已、真的假的？好厉害，她会把荤的变成素的，然后出去外面吃的话，她吃就知道回家怎么做。好厉害哦！欢迎第四组，欢迎你们。第四组是苏慧萍的，苏慧萍还有何妈妈。我们节目给你最大的满足，因为不常煮菜嘛，所以我就会觉得充实自己。不常煮菜，用这个节目来充实自己。对，希望有一天有机会煮的话，就可以煮得好吃。你现在一共啊，听说最多是五分，对，一共五个吃的阶段，得到最高分的人有什么奖品？锅子啊，好不好？还有锅子。对。那可能那个朱慧萍小姐和妈妈，你可能用不到，因为不做菜的嘛，对不对？就送给妈妈吗？对，她妈妈还在。对嘛？这什么意思？我说妈妈还在常常联络了。是。说嫁出去的女儿，对不对？有一年见一次啊。真的很害怕，一下是人家照片的事情，一下是妈妈的事情。希望大家能够吃到美食回家，好不好？那欢迎大家，好，欢迎你们来。好了，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小单元，电锅做好菜，有请厨神卡卡吴秉辰师傅。吴秉辰师傅，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为了这母亲节特别企划，我们特别准备的食材，用了两级的成本去购物。对，我们去买菜，真的差很多，食材都相当可怕。哎呀，第一道电锅出好菜，菜名叫做什么？鱼棒蒸双鲜。鱼棒，鱼的部分呢，我们先用鲍鱼。虾米？鲍鱼。加上我们的象拔蚌。象拔蚌。鲍鱼塞在象拔蚌里面。是不是？鱼棒蒸双鲜怎么做？请开始。好来，那今天主要部分哦，我今天放了一个凤梨。凤梨跟像拔蚌还有鲍鱼配吗？没错，它很配。很配哦。那本身呢，凤梨它的香味跟它的酸度，也可以帮我们减掉什么？我们一些海鲜类的一个腥味。对，去腥用。是的。像拔蚌很难处理耶。象拔蚌很容易熟，不好入味。很容易硬耶。其实象拔蚌它硬，它应该说很容易缩。Q 啊，嘿，来，我们就把它拉大片，好。那鲍鱼还是新鲜鲍鱼的。对，好，那这种鲍鱼来讲，我现在把它直接切薄片。薄片。对，那放在一起。哇，鲍鱼超好吃的。来，利用我们的热水就好。直接冲吗？直接冲。这样子的动作，让妈妈在家里在做这道料理的时候呢，她不会因为你穿烫太过手。可以达到减菌的动作。是的，好，那它做浸泡。那浸泡现在温度它会降下来，所以你不会一直沸腾的时候呢，让我们的整个海鲜的老掉。来，电锅的部分哈，已经预热了，我们刚才已经预热了。好，现在呢把香油加进来，蒜片，一颗两颗，两颗的量，切片的蒜片，再来葱段，超一支的量，一根葱，是的。现在你就交给电锅去做爆香，好。来，香味来讲哦，我们就看它我们的蒜头片跟我们的葱段，在这个锅子里面它会跳舞，好，表示说它的热燃点量热度已经拉高，它会跳才行。它会跳，它的香味就出来，有跳得很厉害，对，跳很会跳，是的。这时候呢，把我们的凤梨加进来，这个凤梨的部分，凤梨先加，好，那其他的我们青椒跟甜椒等一下再加。没问题，来麦克风拿着，来，请说。那其实因为鲍鱼它比较算是比较贵嘛，那如果平常如果自己在家煮的话，那可以鲍鱼可以换成什么？跟那个象拔蚌搭配会比较好？换成杏鲍菇。杏鲍菇。一般的贝类呢，遇到敌人的时候会紧闭双壳，那当象拔蚌在遭遇攻击的时候会，我要选的是。贝壳扭动哦，你刚刚觉得两片贝壳扭动很不对劲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真的有看过，有三组不相信，也太对不起了。
主厨五星级料理，丹姆士献给妈妈的菜用料超讲究，垃圾师做辅一卷馅料让来宾很感动。直接就撒上来就好，为了保持它的鲜绿呢，这个芹菜末呢直接就这样撒上来就可以。我很讨厌芹菜啊，可是它那个芹菜不止点缀那个颜色，然后嚼下去还有脆度，哎，也觉得好吃。终于改观了。补血补气番茄黄鱼面，哦，其实是为我的妈妈设计，我今天连一点油我都不加。今天的汤类是我特地要求，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要你用鸡骨给我熬出来的汤。那你在吃汤的时候，其实每一个面条还有辛香佐料的层次感之间呢，真的是有如一个贝多芬的月光交响曲，哇，真的是很棒，好厉害。平常如果自己在家煮的话，那可以鲍鱼可以换成什么？跟那个象拔蚌搭配会比较好。换成杏鲍菇。杏鲍菇。差太多了吧？你也换一个海鲜别的。不能换花枝吗？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可是杏鲍菇的口感呢，会跟鲍鱼口感比较接近，比较像。哦，那妈妈吃素的话，有没有？我们那两样可以换成杏鲍菇，或者呢是豆干那个切片，切薄片。哦，可以进来做拌炒，哦，可以素食的，哦，对对对，那蒜头改成姜，好，葱的部分我们就不要加进去。来，像现在哈，你看我们的凤梨它整个软化了，那香味也足够了哈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先酱料的部分，米酒，米酒大概有三汤匙左右，差不多。好，我们的白豆酱，先把一大汤匙的，一大汤匙的白豆酱，是的。再来蚝油，用另外一个呢。我们的蚵仔鹅辣的鲜度，好，这样把这个蚵仔，是的，蚵仔鹅辣啦。来，那现在其实我们的白豆浆本身有咸味，好，然后在我们的一个蚝油它本身也带咸味，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糖的部分，一匙的量进来，好，那其他的甜味，对，其他甜味我们利用凤梨的甜。胡椒粉，胡椒粉少许，看个人需要。是的，用白胡椒吗？白胡椒，嘿。哎呀，谢谢。哦，哎，谢谢。那谢谢。你别太问我了，好，对不起。来，这时候青椒，生塔塔的工作。青椒跟红椒呢，现在把它放进来。是。他现在只好去摸一些罐，不是，因为那边很挤，有个小球站在脚趾哦。沈哥，等一下那个妈妈的问题你来回答，好好好，你不能回答女儿的。哇，你分开的很好呢。年轻的都你在回答啦。你们好无聊哦。来，再把我们的鲍鱼跟我们下巴棒放进来。那其实它这个属于一道快炒菜，那可是我们电锅来讲，它就是变成它降温很快，可是呢要拉上来它有一段时间。对，哦，所以变成我们就争取一下时间，我们把它加个盖，加盖哦，加盖温度上来就快了。对对对，要加点水在里面，水的部分不要加，不要加，因为本身我们等一下它会出水啊，对，它会出水。好，来，看旁边有冒烟的哈。来，现在把它缩短时间，你看。哦，快快快！哇，这样已经差不多可以起锅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哇，那么快！勾芡哦，边倒边打哈，不要一次倒到死。一次倒进去，你很容易变蚵仔煎。这鱼拌蚵仔煎也蛮好吃的。哪里好吃啊？来，起锅前哦，我们就点香一下香油。好了耶，这个，这就是今天精彩的第一道前菜，电锅出好菜，鱼棒蒸双鲜完成。完成。漂亮。来，准备，听好题目，请。好，一般的贝类呢，遇到敌人的时候会紧闭双壳，那当象拔蚌在遭遇攻击的时候会 ，A， 快飞快扭动两片贝壳，钻进土石里躲起来。B， 用力。扭动长长的铜管，让敌人吓到跑掉。A 或 B， 来，准备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，你我赢哎！我要选的是 A， 贝壳扭动哦。你刚刚觉得两片贝壳扭动很不对劲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真的有看过贝壳类，那是只有放心才会这样子。不是啦，我是说。
真的贝壳类，像蛤蟆那种的贝壳类，他们因为他们是这里接起来的，所以他们有点像螺丝，他们其实是可以这样子转动的。是吗？是的。有这么灵活？有有有，他们这边很灵活，真的啦，真的啦，妈妈，真的啦，是这样，真的，哎，相信或者不相信我，请进行讨论，十秒钟准备。真的，相信他就吃得到。而且我是答对就吃得到，我是要收集各种的知识。时间到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先举牌。有三组不相信，也太对不起了。江老师，补充说明。我在想说，我能不能改一下？哎，可以啊，你决定啊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，我师傅他一直在咔咔咔咔，好像是 A 的样子。吴师傅，你跟江映老师有什么认之前认识吗？没有没有啊，因为偷偷在暗示什么吗？可是好像有被我电到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我们平常上课会特别注意学生的举动，然后所以我一直对呀、啊。他的小动作让你觉得其实答案是 A， 是不是？那你可以改，是 A， 你想改就改。那你把牌子拿好，来，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红管那个就是他本身的构造的特征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拿他。有没有最大的那个特征来当做武器或什么之类的？最大的特征，对，你怎么知道、啊？真的，那那你让你选择的是 B 啊，妈妈选择是 A 啊，对，听谁的？反正我听小孩子的。你们自己决定。好，你决定。第一题先听我看看。第一题听我看看。第一次听你的看。如果错了，我甘拜下风了。你选 A， 对 A， 你们都不相信他，只有你相信他，是相信他，他对了就吃，我就是你们吃。三家吃还是一家吃？请揭晓答案。答案是。你看，我有在涉猎各种知识。哎呦，有一象拔蚌的背肉呢过长，无法躲到壳里面，所以呢，它们能凿食成洞，有时候呢还能钻出一米深的洞穴呢。哎呦，那象拔蚌呢凿洞的时候呢，两片壳它会快速的扭动，哦，就像钻油井的螺旋锥一样，也可能呢。使千里大堤毁于一旦，因此有人认为它是害虫。尝一尝，哇，旁边的人会气死哦！真的。讲好吗？嗯。有味道。鲍鱼是有点 Q Q 脆脆的那种。因为它是新鲜鲍鱼，鲜鲍鱼、嗯。它的那个，它的唇的部分非常的脆。嗯、有象拔蚌的感觉呢？象拔蚌更 Q。更脆。嗯，它不是脆，鲍鱼是比较脆，象拔蚌比较 Q。鲍鱼比象拔蚌脆。嗯，鲍鱼是脆脆的，对不对？对吗？那象拔蚌什么？象拔蚌什么感觉 ？Q Q 的。你吃你吃你的，欢迎拿。不好意思，可这个卑微是我做的。真的很好吃，好 Q 哦。好 Q 啊。哦。哎呦，你说不说给他们听？看那表情有多健达，好 Q 啊！给吴秉辰师傅掌声鼓励，谢谢吴师傅。好，今天是我们的五星级的母亲节大餐哦，待会会有两道也是非常的好料提供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拭目以待，好不好？来，忙进行我们的五星级母亲节大餐，各位。好，马上呢，从阿基斯这边开始。是的，阿基斯。在这边呢，母亲节特别的大餐是什么呢？是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所以一定有面线喽。一定有面线，然后用面线包萝卜丝，下油锅炸。哎呦，面线包萝卜是，尽管说母亲节已经过了，可是这么样的一个感觉是整个月是畅通的。真的，你不要那么小气嘛，就让妈妈过一天。对，这个太不好了。那现在材料的部分呢？我把萝卜丝当成棉丝线，然后胡萝卜把它当成一个针。好，那么红白绿相间当中呢，等一下我会再下锅去炒。哇。红白绿，对，那么一点点的猪油起锅，因为它毕竟是一道老的菜肴。那我现在水里头了，放一点点的盐巴，一汤匙的盐巴。对，那白萝卜丝呢，下去烫一下。这有多少的量？哇，好多。没有，等一下一微软了以后呢，大概只剩下一半左右。哦，对，剩下一半左右。那这个待会儿吃的时候它是会爆浆的。我们现场来宾呢？你想吃素的时候，我今天提味的是有用到这一个虾皮。虾皮，如果你吃素的话，就把虾皮拿掉就好了。哦，然后香味会差一点，那可以用什么取代？
香味啊，用我们用那个素的火腿大豆蛋白都行。嗯，好，徐明姐，请问萝卜是要让它熟吗？还是要？没有，让它去苦水，不然会有一点点苦苦的。比较呛，比较苦啊。会有一点苦。对对对，苦水的情况下，依刚才这样的目前的时间看起来，大概只有两分钟左右吧，不到三分钟。那现在呢，姜泥进来，因为萝卜属性偏寒。姜是可以去它的寒吗？对对对对，去它的寒。你借由这个炒的这个动作啊，它会把鱼里面比较不好的杂质会先把它炒掉。它其实不太耐长时间去炖它，因为它鱼腥味就会跑出来。大家都知道兔子爱吃红萝卜，但在这一个特性的背后呢，它有什么令人惊讶的真相？为什么是 B？ 因为我觉得 B 不怎么惊讶，所以是 A。我上一题讲的这么有道理，你们不相信？这是乱讲，反而乱讲，你们反而相信。面线怎么做？阿基斯不是阿基斯的孙子，各位放心了，各位放心。干净的，新的，新的，新的。阿基斯随身带的。现在呢，姜泥进来，因为萝卜属性偏寒。姜是可以去它的寒。对对对对，去它的寒。好，那现在稍微小微一下，微软了就可以了。我加一点点的这个高汤，高汤，肉汤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嗯，那么等一下我会画一点薄芡收汁。啊，薄芡的部分，我今天用的不是我们所谓的太白粉，糯米粉。糯米粉。等一下会有一点点稀稠的。类似马蹄的那个姜哦，其实它在嘴巴里面它是会跳的。水还要用吗？就是水不用，谢谢。好，现在很甜，那甜到不行。我用一点点的这一个鱼露，一汤匙，给一点点就好啊，提个味而已。对。而且你这炒料加香油了，给一点点的几滴香油，那就到起锅喽。也还没，看一下回来好不好？好的，好。来，我们往对面走，詹姆斯。詹姆斯，看完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之后，这边应该会是菱形秘密缝了吧？没有啊，我的菜名叫做一孔迟迟归。没有，不是，那是什么呢？补血补气番茄黄鱼面。哇，番茄黄鱼面，为什么它为什么可以补血补气啊？其实这道菜我会这样设计的原因哦，其实是为我的妈妈设计。妈妈，但也希望全天下的妈妈都可以用这道菜，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女人啊，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需要补钙补铁。对，尤其上年纪，对，过了五六十以后。那我现在今天所用的食材，包括菠菜，是属于植物性的铁质。植物铁质。对，那我们的番茄跟番茄酱本身对身体也非常好。很好。海鲜可以补气。对，那红萝卜也是一样。那这道菜因为既然是要做给妈妈吃，所以在某些点上的要求就特别高哦。比如说现在你看到这一块是鱼油的部分，对啊，哇，太棒了。对，这个黑黑的部分你一定要把它擦掉。那是什么啊？就是它的肚子的内脏的部分。那对妈妈来说的话，你烹调给妈妈吃，我希望有机会啦，大家如果有做的话，就是尽量把它处理到它很健康很养生。那会不要用吗？它的鱼油？哦，要鱼油，它是鱼的油跟动物性脂肪，应该舍不得浪费才对。没有，因为它是甜味的来源，绝对不能丢掉。甜味的来源。对，太好了。这个呢，这边已经都是完全没有吃。平常我们在熬鱼汤的时候，我可能会加一点沙拉油或是橄榄油哦进来里面这个地方。你不讨论这么做？我今天对不起，我今天连一点油我都不加，为了妈妈，因为不希望妈妈有身体有更多的负担。是的。然后今天的汤类也是我特地要求，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要用鸡骨头熬出来的汤。那我们也知道，鸡骨头大概熬多久才变成这样子啊？这个大概熬了一个钟头。你看，鸡油算厚的。这个有没有？这个都是不好的哦。对啊。对，都是油啊。这个都不好的。上面我们其实里面已经有点油脂。有一点点。对，它的鱼油其实就已经很迷人，你不太需要再加任何多余的油脂下去。那我们这边有先切了一些这个洋葱。好，我们一样把它放进来，希望它多一点洋葱的甜度。每次要炖那个鱼汤，每次都是要像你这种方式，要先煎过再下去吗？对，干锅煎嘛，对。干锅煎，干锅煎。
哦，因为我们鱼的话哈，如果说我们借由这个炒的这个动作啊，它会把鱼里面比较不好的杂质会先把它炒掉。哦，然后鱼汤的话，它其实不太耐长时间去炖它，因为它鱼腥味就会跑出来。所以待会的时候是这个炒到差不多的时候，你只要把这个，我今天是用鸡汤跟鱼汤来结合做这个汤。哦，你只要冲进去，大概煮个应该不用三四分钟。好，那你可以看我们现在都有点焦焦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到那种超会搭的程度，但是说已经有熟成的效果，熟化的效果了。我们就把鸡汤放进来，哇！然后它一下子就滚的同时呢，我们把蛤蟆放进来。现在就放蛤蜊了。对，我们要炼汤出来，那我们得回去看看阿基师下一步怎么做。好，来各位把眼光往这儿走，而且。我们回来了，阿吉师。哎呦，也焖好了。这是糯米粉，一般我们勾芡不管是太白粉、地瓜粉，调水下去勾嘛。嗯，这个是糯米粉。那么这边的温度现在最少有90度以上，我把火关掉，它不会继续导热。那么就把这个糯米粉呢，直接撒上去啊？直接就撒上来就好。撒上来完了以后呢，你就这样子拨一拨，它就糊了。好，安尼就好啊，家己煮连都安尼狗狗安尼吼。哦。那么等一下，通常一般专业里头了，他这个做好的时候，他倒出来，他会稍微吹凉，吹凉以后比较好包。为了保持它的鲜绿呢，这个芹菜末呢，直接就这样撒上来就可以。好，那么胡椒粉撒一点点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包在豆腐皮里面的内馅啊。内馅好嘞。那么现在就把这些先做一个试试。来，题目是：大家都知道兔子爱吃红萝卜，但在这一个特性的背后呢，它有什么令人惊讶的真相 ？A， 兔子根本不爱吃红萝卜，就好像婆派要吃菠菜一样，都是卡通塑造出来的形象。B， 兔子红红的眼睛就是因为太爱吃红萝卜造成基因改变而成的 A 或 B， 这蔡依我来说吧，请他说不。哎呀，哎呀，没事呀。答案就是 B。B， 为什么是 B？ 因为我觉得 B 不怎么惊讶，所以是 A。真的啦，真的啦，啊，跟你们开玩笑的啦 ，A 啦，兔子根本不爱吃红萝卜，因为这个普派他真的不爱吃菠菜，他是为了讨喜啦，这都是卡通制造的效果。其实兔子根本很爱吃很多东西啊，所以你选 A 呢？我选 A。我们四位贤明的家庭主妇准备举牌，讨论五秒钟就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准备举牌，一、二，再举牌。我上一题讲的这么有道理，你们不相信？这是乱讲，反正乱讲，你们反而相信。今天解析补充，江老师，还是真还是？因为我之前看过新闻，我是电视儿童，我常常看的，然后那个新闻就有说，他就有解释说那个普派有没有，他那个菠菜是塑造出来的，就是原来那时候好像因为菠菜那个铁质那个含量被就是打错，所就是他那个量解错了，所以才会导致大家以为是菠那个普派吃菠菜才会那样，头不换对不对？还是举好，很有肯定，很自信的举好。哎，相信自己，对。答案是。A， 为什么 C？ 说到兔子喜欢吃的东西呢，大部分的人都会想到红萝卜。其实那是因为大家熟悉的美国卡通《邦尼兔》，它是这样子画的，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兔子是爱吃红萝卜。不过，其实兔子爱吃红萝卜的观念是错误的。兽医表示，过多的维生素 A 了，会害死它中毒死翘翘。正确答案是 A。哦，来，请讲座。好香哦！有谁对这道菜很有感觉，想说话的，来举手。来，声音说。我很讨厌芹菜啊，可是它那个芹菜不止点缀那个颜色，然后嚼下去还有脆度哎。嗯，对啊，就蛮。我讨厌芹菜，芹菜好香的。好讨厌芹菜，每次都要一个个挑，可是那个放在里面就增加它的脆度口感哎，也觉得好吃。改观了，现在目前已经开始包了。对，阿基师开始包了。
包。那么包的时候就像小春卷状一样就可以了，啊，没有很高的难度。用面粉来封口的。是用面粉封口。这面粉有没有？因为封口就是面粉就行了。可是问题它还有精度的问题，有没有什么考量？我用高筋的行不行？尽可能用中低筋的就好。我们其实平常料理很少用到高筋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嗯。面线怎么做？阿俊，这不是阿俊是梳子，各位放心了，各位放心。干净了，新的，新的，新的。阿俊是随身带的梳子，吓死我了。下去的以后，因为这个面线是松的，所以不可以很急，一下子就往锅底丢，放在漏勺上头来，然后慢慢来。先让它定型。那么炸东西的时候呢，轻微的去摇动它啊，摇动它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？让它每一个周边跑色呢，都可以跑得很均匀。今天我们这么多人，你就准备了两坨面够吗？应该够了，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猜得到。你看不起我们？真的，听我一句金玉良言，就是不要再相信夏雨乔了。优胜现场来宾们会相信楚成还是巧巧嘞？谁又能够成功带领他们吃到成品嘞？更精彩内容千万不能错过。这是阿弟式的梳子，各位放心了，各位放心。干净了，新的，新的，新的。阿弟是随身带的梳子，吓死我了。没有啦，因为不是，因为你放在胸口，人家真的会觉得是你刚梳完。好，那现在放在这上面以后呢，就这样子卷过来。哎呦，睡哦，哎呦，睡哦。哎，好漂亮哦。哎呦，睡哈。这个就特别了，跟外面一般的腐皮卷就不一样了。包二四六八，大概包二十几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二十几个。好了，我们到隔壁去了。来，亲爱的哦。走。詹姆斯，妙展。来，我们现在直接进来试吃好了。这个鱼汤已经崩溃了，各位，闻到鱼汤味道没有？崩溃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出题了，对不对？是。好。题目是。哎，黄鱼是中式料理相当喜爱使用的鱼类之一。在早期，渔民会用什么特别的方法来捕黄鱼，几乎造成了黄鱼绝种 ？A. 在甲板上通电，让黄鱼一上钩呢就被电晕。B. 敲敲打打，用声音把黄鱼炒得滚滚皮。剪刀石头布，布，布。我又赢了啦！压力好大哦。哎，你排呗。我要选的是电他还是 A？ 电他，电死他，不是炒他。没有，因为其实我有听过 A 这种捕鱼的做法，然后当时有被就是新闻爆出来，然后还说是很不人道的。但我不知道是在哪里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还是哪里，可是我有听说过这种做法。准备一，太难了。二，三，请举牌。没有。观众他不相信我了。那个，其他说相信的朋友来，从冰冰姐开始。嗯，你为什么相信？我记得你相信他哦。不是不是啊，不是不是，因为他分析的，因为早期的话，在我们这个年代，我知道都是有电影。对啊。我不知道鱼有没有耳朵，能不能听得到，会用敲敲打打会晕，会晕晕过晕过去，我就觉得逻辑上有一点点奇怪。啊，我知道早期是用电影。但是。好，这边答案是 B。好厉害！对，我就觉得这题 yes， 心机很重。来，请说明。来，黄鱼的头部呢有一对耳石，50年代的渔民们呢想出了敲捕鱼的方法，通过这个敲击特制的木板，让黄鱼头上的耳石啊受声音剧烈的震动而刺激，随之震动。渔民呢就将晕头转向的黄鱼一网打尽，此举一时盛行啊，几乎造成了黄鱼资源灭绝的危机。哎，可是它没有调味耶。对，我连盐巴都没有放。盐巴这样咸味就够了。那蛤蜊本身就有咸味了。很甜哦。哎，你们两个好有口福哦。刚才和敏佳这样子。好复杂的心情哦，你复杂什么？麦克风，麦克风。
单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味道混在一起，然后感觉超复杂。接下来做什么？我刚刚在这个黄鱼上面，我撒一点盐巴上来。有这种事？好，那我现在煎黄鱼，那我也没放油，我们用这个鱼油来煎黄鱼。鱼油，他刚才把它切了，它让它的整个的面积容易释放出味道出来和油脂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待会煎呢，我们只会煎这个鱼的，差不多是差不多七分熟左右。那待会我们面好的时候，我们会把这个鱼片呢翻过来贴在这个面的上面，用面的热度让这个黄鱼到100%的熟。听懂了没？这是个很棒的做法。对吧？而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它最好的状态，非常漂亮。对，好，我们把它放。它现在其实才四五分熟哎。嗯。哦，我们把洋葱放进来边，然后这边是已经切得很细的红萝卜。红萝卜。对，那红萝卜下去炒的时候，它会释放一些黄色的这个贝塔的胡萝卜素。贝塔胡萝卜素。今天我们这么多人，你就准备了两坨面够吗？对，应该够了，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猜得到。你看不起我们？真的，听我一句金玉良言，就是不要再相信夏雨乔了。对不对？没有啦，我只要人家没有吃到我的东西，我就很难过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弄得那么好喝，就是希望妈妈大家都可以喝得到。所以我刚刚一直在用眼神在问你，然后你又不回答我。哎呀，人家吴师傅都会偷偷悄悄。是刚正不阿的，对不对？真是的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到刚正不阿啦，就觉得很可惜啦，没有吃到，把鱼汤放进来。哇，这个汤面不需要经过水吗？要，我还是要这边先煮一下。那因为今天我们不是用意大利面，我们是用手工拉面，手工拉面，所以在这边时间会再短一点，然后再过来这边，让这边的面完全把这汤吸收完了之后，对，让鱼最后铺台在上面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我们就待会再回来喽。好，因为阿基师那边很像准备要收尾了，嗯，好不好？各位，这儿请喽。那么接着下来，我来炸这个，我们用的温度是，135度。好，看到了。那么下去的以后，因为这个面线是松的，所以不可以很急，一下子就往锅底丢，放在漏勺上头来，然后慢慢来。先让它定型。底部先让它定型。那么炸东西的时候呢，轻微的去摇动它啊，摇动它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？让它每一个周边跑色呢，都可以跑得很均匀。你要是静置在那里的话，点跟线的部分最容易上色，因为它蓝点很低。那么平面的部分不容易上色，那就会有一种炸起来的效果，感觉好像炸不均匀，炸没炸透这样子。晒太阳也要晒均匀的。当然了，当然说相当好。好，那么这样一离锅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拨动了。其实如果你们有常看我们节目的话，应该就会知道阿基师对于炸的东西特别的拿手，他是我们的炸王。炸王。嗯。炸王。是很会炸东西的意思。在300-400年前的殖民时期，番茄在美国人心中是 A 被误认为催情剂，当时的传教士被禁止食用番茄 ；B 被误认为恶魔化身，红彤彤的外表呢让人不寒而栗。我认为美国人就是一个浪漫的，你知道，浪漫的国家，他们对于红色一直有迷思。哇！开心啊！什么？竟然没有人相信程程？究竟是程程一个人独享成品，还是四位亲子党一起响应母亲节大餐嘞？广告回来，正节即将大。其实如果你们有常看我们节目的话，应该就会知道阿基师对于炸的东西特别的拿手，他是我们的炸王。炸王。嗯。炸王。是的意思。好，那么捞出来以后呢，放在纸巾上面轻微的去稍微吸个油。好，完成，完成了，是，完成了，拍手，完成，谢谢。詹姆斯那边面要组装了，来。那我刚刚把这个里面的这个面水，我倒了一汤匙过来这边，这是一般我们在煮面或者是煮意大利面，甚至煮水饺的时候，我常会做的动作，这叫做原汤化原食，就是你会让这边面的味道跟面跟这个的酱汁都会结合在一起，其实它是有点半湿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些放进来，
比较大块的鱼肉放进去。对，哇，这鱼肉看起来好嫩哦。好，要撒些最后一点鲜奶油，咸的面加鲜奶油。嗯，所有的鱼汤全部进到面里面，现场倒数10秒，菠菜进来。哦，好香啊！我要吃。特别计划，今天妈妈最幸福，到底能不能幸福的吃到最后的两项成品？不管是慈母手中线，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黄鱼面，我相信兵家必争呐、啊，都有这种绵细绵长的感觉，好不好？祝大家的绵绵长长啊，咸福永享，寿比天齐啊，好不好？说得好啊！到，鼓励。好，番茄是美国人最爱的蔬菜之一，几乎餐餐都看得到番茄的踪迹。但在300-400年前的殖民时期，番茄在美国人心中是 A 被误认为催情剂，当时的传教士被禁止食用番茄 ；B 被误认为恶魔化身，红彤彤的外表了让人不寒而栗。准备，哎呦喂啊！剪刀手，不不不不！你在成品的时候竟然赢了！我就是吃成品的命。A 我认为是催情剂。我认为美国人就是一个浪漫的，你知道，浪漫的国家。他们对于红色一直有迷思。A， 看妈妈们相不相信？你们相信我的说辞吗？相信还是不相信？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开心的，没有人相信你耶？为什么没有人相信？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相信？我的模拟考好像考过哎，真的吗？考过啊？对啊，我就记得这样啊，直觉。记得他是恶魔的化身。对啊。好，答案好，这边答案是 A。就你更吃的？我吃9盘。我是爱吃面的人，你们完了。为什么？请说明。来，番茄可说是美国人最喜爱的蔬菜，也是美国庭院中最常出现的园艺蔬果。然而，番茄并非一向如此的广受欢迎。殖民时期的美国人认定啊，番茄是种催情剂，因此当时的传教士是禁食番茄的。阿医生，你觉得如何？就是面跟鱼肉的质感是合一的，蛤蜊呢，另外再加了很多的分数在里面来。那你在吃它的时候，其实每一个面条还有辛香佐料的层次感之间呢，真的是有如一个贝多芬的月光交响曲，真的是很棒，好厉害、哦、真的不要急着囫囵吞，给自己几秒钟的空间呢、啊、慢慢的咀嚼，用你的舌尖顶你的味蕾的时候，哈哈，那个感受很棒。各位现场的朋友请拍手，谢谢詹姆士。接下来吃阿基斯的，来准备。红萝卜是许多料理必备的食材，经过研究以后发现了红萝卜有何惊人的身世之谜。 A 红萝卜本来是紫色的，为了向皇室进贡呢，才被改良成橘色。 B 红萝卜本来是露出地面，容易被动物吃掉，才变重埋进土里堆。啊，那么请问是 A 或 B？ 剪刀石头布。这个太……答案是 A。 为什么？红萝卜是根茎类植物，不可能露出地面，所以这种根茎类植物怎么可能在露出地面？它们有支撑嘛，所以它原本是紫色的。我是被淘汰，我哪看红萝卜紫色会中毒啊？当然红萝卜紫色，这三句法我也不知道，红萝卜我哪谁知道红萝卜本来什么颜色？我选 A。 相信我的还是不相信我？准备，一二三，举牌。都相信。你们这些人再没有吃到，不要怪我。真的，因为刚刚都我背负着大家的使命。阿基斯是，答案是 A， 是。恭喜恭喜！说明一下，一般人认为橘红色胡萝卜是正宗，但其实世界上最早的胡萝卜为紫色。西元14世纪的时候，紫色胡萝卜在印度、中东以及欧洲广为种植，
现在看到的橘色的胡萝卜是16世纪的时候荷兰的园艺学家为了向当时的国王致敬，而皇室的家族名与橘色同字，因此呢也培育了橘色的胡萝卜。正确答案是 A。 妙不妙？妙妙，好脆哦，都听到大家咔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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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詹姆斯怎么说？我们在吃任何食物的时候，我们最讲求的一个部分，或许你不是很在意，或许你很在意，可是你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你吃到，你就是希望嘴巴的平衡感是很好的。但这道菜就是很典型的，在任何嘴巴里面的平衡感都做得非常非常好。先给阿金是滚这边，拜拜手，谢谢阿金。恭喜朱慧萍、何敏佳，来，请恭喜何敏佳。意大利进口炒菜锅，谢谢，来。谢谢，祝妈妈生日快乐！谢谢，谢谢两位，祝同谢谢，谢谢。大家记得每天都是好吃好玩又好看的新南大的书。祝全国的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！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。